不说，因为许立伟他说他讲的这些东西，指控康议长要砸拍这些东西，他是有所本。那这个所本现在看起来就是指警方给的这三点声明，所以要再跟你确定一次，是今天许立伟才跟你们要，不是他之前就跟你们要，对不对？哦，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所出来的一个三点声明啊，里面当中没有谈到说苗秘书在当中装的是任何的所谓其他一个物品都没有，警方是没有看到的啊。那这个就是警方在现场是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一个所谓态的问题。就是许淑华立委提到说，我们凤山分局有给他那个声明稿，那个情形到底是怎么样？还有关于那个五月九号啊，那个市长的一个记录上的一个警方的说明的部分，第一点。那因为那个根据我们在现场的一个同仁哈、表示哈、就是有那个议会工作人员哦认为说那个有部分的议员要在那个议长那个议会的休息室外面那个面见我们那个韩市长，请我们凤山分局啊加强我们市长一个勤务安危。那第二点部分那市长的一个勤务上的一个安排警方的部分每路都摆。那个保持市民警力哈，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当五月九号一个情况上的状况。第三点的部分呢、因为有那个议会工作人员表示哦，有议员要在那个市长休息的一个走道部分呢，要面见我们市长，所以说那个手上持有一个牛皮纸袋当中是什么东西、什么物品，警方现场人员并不清楚，也不了解。那第四点的部分呢，因为那个市长当时的一个行程的部分因为要转到我们西侧一个走道进到我们那个简报室，所以跟到我们那个部分边界的一个议员的部分没碰面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以上报告。要说这个子弹里面有放派吗？还是说你们的提供的内容确实是讲什么？没有，我们那个提供的信息当中那个牛皮纸袋东西是什么东西？我们警方是现场同仁是不清楚也不了解，所以外传说当天我们警方也得知到，就是市长可能有人身安全方面的疑虑，所以我们加派警力逐人抢，有这样的事情吗？哦，那个我们警方的一个每路编排记录是四位同仁那不可能说去阻挡做一个连抢的机会，我们警方在现场发现如果可疑的一个民众，有可能伺机向市长陈情的部分我们同仁会稍微一个手一个劝导。